请东西方乐团总监、作曲和指挥、大型交响音乐会《中华魂》的词曲作者张翔宇先生为大家做精彩的演讲。张老师，请。朋友们好，我今天这个发言呢，我是今天早上一清早为了节省时间，我写了一首诗，赶出来的诗，我的发言就是这一首诗希望朋友们能够听清楚好不好，谢谢大家我这首诗叫英雄灵魂行，英就是英雄的英，魂就是魂灵的魂，也就是精神，星星路的星啊，这题目我希望朋友们不要说话，下面不要说话啊，一字不挂坠地哭，贪智之坠八十寸，人越天地又起步，挥手无果泪沾襟，莫道甘苦泥沙半，耳聋俱作贝多芬，桥牌麻将将我桃牌麻将风备好，我叹阴雨乐无尽，天涯枪响惊梦醒，海角炮声有我心，地面血流伤未断，耳边又响太空军，原子爆炸不轻灭，无虑杀身又毁林，你争我夺玩多久，可把安宁给世人，黄河滔滔流不断，五千岁月地金魂，远离故土故土几万里，总念暗流又深根，哆来咪发嗦拉西，跳跃闪烁中华魂，中华魂宇宙心，金光闪烁照世人，黑白红黄同携手，浅红深绿成园林，红叶鲜光是大爱，绿水奏破一无尽，千彩万贯皆烟雾，人生最贵一颗心，交响大厦云端纵，节节声涛才脱尘，电击起楼尘可贵，天转不断天瓦也真存，无钱要使鬼推磨，敢做青纱眼做尘，单枪匹马难避险，金碧辉煌靠众人，人谢谢，正历史万万千，可有几动客军心，音乐会上君树儿，百岁金窗照回音，夕阳下山何所叹，敢洒余光照后人，谢谢。